接通电源，确认正常通电，打开开关，确认风扇转动，然后将机器置于玻璃，确认机器已吸附在玻璃上再放手。二，电源延长线可供距离电源较远时使用。三，使用前务必系好安全绳，将安全绳绑住屋内的固定物。四，在更换清洁布时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拔掉电源。五，窗精灵独有的液晶显示屏，实现了工作状态实时监控，工作温度实时提醒，电池电量实时提醒，清洁布更换提醒，工作时间显示等功能。不仅保证窗精灵的正常工作状态，而且让您对窗精灵的工作状态一目了然，为您提供更优质、更安全、更智能的服务。窗精灵采用先进的人工电子技术，可擦拭任何厚度及各种样式的玻璃，自动规划清洁路径，全智能主机检测保护系统，断电时可提供电力，防止因断电而掉落。同时，既有安全绳，起到双层保护作用。窗精灵擦窗机器人，一键启动即可畅享惬意生活，让亮窗给您好的心情。